later. 小猪猪想不想看外婆收拾妈妈呀？珍珍，你有没有借妈妈手机？妈妈在这儿呢。别老总是看手机，真是的。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打谁呢？成天欺负我外孙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啥时候打珍珍了？你还敢狡辩？你都用拖鞋踩到珍珍脸上了。哎，视频我都看见了。我让你打珍珍，我让你打珍珍。你现在大了，我都管不了你了。没有。我妈为什么打我呀？爸爸是小猪，太废了！耶！看见了，真有默契。爸爸再给点一个。俺老孙来也！美猴王，这么有默契！哎呀，难不倒你了。爸爸给你来一个难度高的，看好了，我。小朋友，帮叔叔个忙，叔叔把这个小熊送给你。啊、什么忙，叔叔？你说，你知道你们小区珍珍家在哪儿吗？珍珍家，他知道我家，他不认识我。我来试试他。叔叔，我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带叔叔去，这个小熊给你。嗯，好。老李，你要的钱我给你放家里了，我要去接珍珍了啊，挂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叔叔，珍珍家就在那。行了，小朋友，叔叔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叔叔，你等一下，我和珍珍是好朋友，我知道他们家密码。那你快打开。嗯，好的。叔叔，门开了，你进去吧。谢谢你啊。啊，门怎么关了？怎么打不开了？出不去了，被这小兔崽子耍了。白色成功，珍珍，你没事吧？人呢？妈妈，我一点事没有。那个坏人被我反锁在家里了。妈妈现在就叫保安，都怪你爸不靠谱，看我来怎么收拾他。妈妈，我把这点作业写完，能不能和图图去玩一会儿？好，你把作业写完了，妈妈就让你出去玩。我已经都写完了，我和图图去玩了。行，那你去吧，路上慢点。知道了，妈妈。2000 years later 珍珍，怎么回事？这头发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？这是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爸爸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和图图玩了，他会，他妈妈也会。你给妈妈说，是不是图图打你了？嗯，图图他打我，他妈妈还追我。这图图他妈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他也不懂事，妈妈这就去找他。行了行了，小孩子打架很正常。珍珍，别哭了啊！你说说你，就是个窝囊废，你孩子都被人欺负了，你还能正常？你真不讲理，这次办法别成我不对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珍珍，爸爸妈妈不吵架了，妈妈带你去吃汉堡，去游乐场玩。哇，吃汉堡了！妈妈，你想不想知道我爸爸的私房钱藏在哪儿？什么？你知道？妈妈，看我的。那我等你好消息啊。说说。怎么这么笨？爸爸，你玩那个有什么意思呀？跟我玩还能赚这个。快说，怎么玩？今天我们来比赛挨打，看谁能扛揍，这个就是谁的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啊，我还不过你了。爸爸，我先来。压倒。啊！哎呀，啥？哎呦，小兔崽子下手还真狠，这下该我了。哎，爸爸，我认输，全归你了。用我的超级磁铁找一找，没有，这也没有，没有，我再找找。有了！哇，爸爸的小金库这么多，妈妈你快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找到了？妈妈你看，还不少呢。
可言。来，奖励你的。哇，有零花钱了！刘大壮，你给我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你说我在咱们家捡了这么多钱，该怎么花呀？当然是给老婆大人买化妆品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叮叮叮！哎，老婆，不对，你这钱在哪捡的？洗衣机里。啊！啊！珍珍，陪我玩一会吧。土豆，我把这个画画完了就和你玩。让你不陪我玩，要！妈妈，土豆打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珍珍？阿姨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小孩子打闹很正常的。土豆，快给珍珍道个歉。珍珍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阿姨，我们俩再不打闹了，我们去玩了。土豆，这下在玩的时候注意一点，可别再动手了。还敢告我的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让你不跟我玩，我让你再换。土豆，你干嘛撕我的画？妈妈，你快来，你快来。珍珍怎么又哭了？又哭又哭，真是的。怎么了怎么了啊？你怎么能把珍珍的画撕了呢？谁让他不和我玩的，就知道画他的破画。那你也不能撕他的画呀。你们家珍珍也太爱哭了吧，不就一张破画吗？明明是你们家土豆有错在先，你还护着他。妈妈，我再也不要和他当朋友了，你让他们出去。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，你们给我出去。就你们这破家，谁愿意待呀？我还不愿意和你做朋友呢。妈妈，咱们走。走。妈妈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珍珍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又和小朋友打架了？我没有，我帮那个。帮什么帮？你肯定又和别人打架了。去，到房间反省去。我简直解释他，快妈妈、儿子儿媳妇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妈，什么好消息？我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你那宝贝孙女又和别人打架了。你们两个又冤枉孩子，明明是珍珍今天扶一个老人过马路，不小心都把脸蹭伤了。哎呀，都冤枉珍珍了。珍珍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误会你了。你上次不听我解释，这次还不听？妈妈给你道歉，以后再也不会冤枉你了。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要吃很好的蛋，你快点。都行都行，走。我要把这个蛋冲到土里面，就长出来奥特曼了。What？土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没看见吗？我在拿这个蛋种奥特曼呢。蛋孵奥特曼？怎么可能？蛋只能孵出来鸡蛋，肯定会种出来的。奶奶都说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要是种出来怎么办？我才不信呢！要是长出来奥特曼，我就把它吃了。哎呦你妈！给你浇点水，你要快快长大哦。这傻孩子，那怎么能长出奥特曼呢？快去帮帮他！哎呀，好了，给我大孙子一个惊喜。看一下我的奥特曼长大了没有。哇，长出来了，真的长出来了。刘天天，给我出来。干嘛？看这是什么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还真长出奥特曼了。你不是说长不出来奥特曼吗？快吃了吧。啊，还真要吃。奶奶，全部给我装完。好，奶奶全给你装上，你看还有奶和水果呢。奶奶，那我带什么呀？给你准备好了。就是多。奶奶，要给我带瓶水吧，这个太噎了。水不要钱呀，自来水进去。喝自来水去吧。看不到好吃的，今天可吃爽了，就不给你吃。要是妈妈在就好了。珍珍，你怎么吃馒头呢？老师，奶奶只给我带了这个。土豆，把你的零食给珍珍分一点。我才不给他分享呢。你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老师打电话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你这个奶奶怎么这么偏心？这能怪我吗？是我自己要带馒头的。珍珍，这是妈妈给你们两个买的玩具，你们俩好好玩。妈妈出去啊，买个东西。好的，妈妈，放心吧，姑姑，你快去吧。嗯，好。玩具是我的了，我要玩一下午。土豆，你把作业写完你再玩吧。不行，我就要玩。我的作业你帮我写啊？又是我，我让你写你就写，在我家你就得听我的。你写不写？写不写？写不写？我写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的手好累呀、啊，让我歇会儿吧。不准写，不准写，不准写！你今天给我写不完作业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好疼呀，我写不了字。珍珍，啊！这是谁打的？姑姑，这次可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自己摔的，